阿乐，阿乐，哎，最近吼，迄个卖咸鱼啊，阿伯啊，要娶新妇啊。我知啦。哎，啊，不过吼，到即马吼，我讲唔知要包偌济呢。哎，你敢知影？最近生意真好。啊，遐要讲一直来，这也爱包，啊，遐也爱包。哇，到即马我拢唔知要包偌济，我暗时啊拢昨暗拢困袂去呢，足害，足痛呢。啊，你嘛咧笑死人啊！啊，等你上也无规定讲咱红包就爱包偌济啊啦。啊，你就若想讲吼，啊，我若钱较济，我就甲包较济；，我若较少，我就甲包零钱啊。哎，啊，无讲规定包偌济啊，是啥物烦恼咧？笑死人个！像你讲的这么简单，迄若包济，咱包袂起。啊，包少咱搁对不起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唔只咧头痛哦，真正是哦。啊，有啥物好头痛的啦？哎，啊，讲实在，话讲转来，你包偌济？烧烫烫，哎，我嘴安那安尼讲吼，虽然讲我嘴安尼讲，哎，那我红包嘛无失礼呢，烧烫烫的，打都包好尔，大包的呢，哎，咱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算好呢，哎，唔好甲偷念，我包较好势好势。真多吼，袂歹啊啦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司机袂歹啊。啊那笑一下。两百，阿好啊，这什么时代啊？搁有这两百块？我当初我吐袂开，我搁在那吐，敢两张了。生意真水平啦，你唔得？笑死人！笑死人！啊，无你是要包偌济？我，原本哦，我按算要包一个800。啊，这800，我都歹势揢无啥会出去咧。今麦看你包一个两包，我已经准备好啊。我包一个600就好啊！哎呦，那跟你比吼，算无漏去。啊，搞我差着啊！是讲嘛，我紧，有包就好，有包还是我的，有包就好啊！我跟你讲吼，明仔吼，咱就准备来吃好料的。安尼就妥当啊！吃好料的。两百，吃好料的。阿达，今仔日吼，真侪摊呢，哎，看起来吼是好日子哦，嘿，真侪摆个，真侪摊，你拄才入来呢，有看到无吼？后壁吼，迄有几个名吼，足好笑，安尼哦，啊，无你讲我听，我唔捌你，来，甲你讲，甲你讲，甲你讲，你看啊，好啊，你看吼，这新郎吼，细料啦，哟，讲哦。撩人啊！撩人哦！迄新娘哦，叫啥？叫细钱呢？讲钱济济啦！哎，钱多多啦！哎呦，啊，咱无采讲，因某好多钱多多，啊，因眼讲撩，怎么讲撩人呢？哎呦，啊，撩合家拄啊撩钱， oh, no. 啊撩一世人！哎呦，就乌鸡背我命！当初时间无算八字。我就是安尼么奇怪到啊，我真个了死人，了死人！笑死人！阿哥，你来看，你看哦，这新郎吼是串，是串，嘿啦，讲会串菜头啦，串菜头哦，嘿，哎呦，阿新娘嘞，阿新娘吼，讲是酒啦，酒头啦，酒头哟，哎呦，串酒头哦，哎呦，阿多多客气多，一是串是酒，多串酒。就是啦，哎呦，恁那这头收啦，我无收到这呢。啊，一个细串，一个细串，串着我嘛。嘘，咱卖收大声，卖收大声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够一个，就好。够好笑你啦！对，我跟你讲。来哦，你看哦，这个哦，这我新娘公司顶啦。顶哦，顶酷酷啊！顶酷啊！啊，新娘，你知啥物无？做啥？讲倒啦，姓倒啦，讲倒头彩啦。新郎规工敢唔定哭哭，啊，若无怪新娘倒头栽，哎呦，啊，坐雪顶，坐雪倒，啊，下边都冰倒，哎呦，够好笑的，好啊，啊，这新郎的这是定哭哭的，哎呦，啊，这新娘嫁予伊唔知安怎无吼，哎呦，幸福过头，唔知会倒头栽，啊，逐工定哭哭，就是要忝死我。真趣味呢！啊，我多这种型的啦。哎，讲实在，无奇不有。咱今仔日来吼，很有任务的。有。咱袂当吼，是耽误事情。要吃好料的功夫，哎，时间要到。咱今仔占好位啦，占好位吼，占好位吼，上好我迄种吼包菜迄吼较近的。哎呦，占好位，时间到。
只个款呢？人讲吼，头一刀吼，出一个专职工吼，就叫起家啦。哦，原来够这种意思哦。哦，你不叫，你不叫，啊，不叫，你叫，你不叫，我包了。哎呦，阿好啊，你安尼人，我阿伯因，你就共包起来。哎呀，不会啦，迄我是吼，和新郎甲新娘一个好结条，你敢知啊？我若包吼，规只家全家拢包起来吼，迄叫什么？你敢知？迄叫全家和好。你爸爸，我你爸确实好啦。听你安尼讲是有道理啦。对啦。我感觉都是对你怪怪呢。哎呦，顺其自然得啦。出彩了。我过来啊。好吃喔，你不吃喔，不吃喔，我包了。出彩囉，我再来啊。哦，香，吃香，不吃喔，你不吃喔，不吃，你不玩喔，你不玩喔，我都包。哎呦呀，阿好啊，你都不敢弄这样，这样不啦。哎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哎呦。好结条，好结条，哈哈哈！国出彩喽！哎呀，国出彩好几多，哈哈哈！今晚呢，过来邀请到咱的新郎林汽水，新娘真好，两个人正好就来跟大家敬酒哦。哎，阿哥，阿哥，迄新郎甲新娘的名，敢那无啥对吼？我嘛知呀，啊，今晚变怎？竟然阁变怎？你算了，对啦，啊，哎，这多菜，还没包哦，包啦，哎呦喂，你算够了，